陈立农进行你的歌曲选择，有请。你现在可以悄悄地告诉我你会选什么歌，我不会跟他们说的，来吧。是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他说他的是是。哇，是不可以有八个人？开个玩笑吗？十个六十个一起。我问一下正题，那你最不想碰到的人是？最不想碰到的人，也还是可以悄悄告诉我你想选什么歌单。这个真 ship。 好，请去做这个选择。我说他要选 ship， 你们是不是都不会信啊？可惜啊，他想选 ship。这是为什么？就是脖子有点，对，脖子有点酸，然后我的脖子是要录音的。Jeffrey， 你刚刚说你想选 dance。哎，这么说，跳 shake 组还进来挺多人的。哇，耶，张飞的歌好不好？好。